接下来您将看到两种江湖上已经失传已久的功夫，龟派气功吸星大法。各位观众朋友们好，现在你们看到的是男子跳水三米板的比赛，我是解说员阿 Q。 现在跳台上的这位选手名字就不给大家介绍了，因为我也不认识。只见这位选手是胸有成竹，一副我就是冠军的样子。他要完成的动作是向外翻腾三周半，难度系数250。啊！只听扑通一声，漂亮！这仿如深水炸弹般高溅的水花惊呆全场啊！但如果视频倒放的话，哇，简直是孙大圣横空出世啊！现实与魔法之间只差一个视频倒放啊！